morning. 站在房间中央。 让我们开始，你知道规则。任务编号4005，抓住球扔，把球放在你的睡眠块，然后回到中心。 任务编号4006，使用您的新玩具回答以下问题：向左扔球说是，向右扔球说不。你喜欢饼干吗？ 你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吗？ 您不再拥有自己的身体，你感到被控制吗？ 你知道你自己吗？ 你没有身体会感到恐惧吗？ 是否存在，没有身体？ 你是这个房间？ 现实是模拟吗？ 我们看到您在睡眠块中写的内容，我们不满意。 你的生活不是真实的，现实是模拟的，你的价值不如美味的饼干。是时候放松，您可以用玩具来娱乐自己。
时间结束了，不要碰球。任务编号 4007， 将您的背部放在左侧的墙上，面向右侧的墙上。闭上你的眼睛。总是很饿。任务编号 4008， 在房间里转三圈，向左转。任务编号 4009， 与邻居分享你的玩具。任务编号 4010， 站在房间中央。旋转约20次。
好き。编号4011，与邻居玩球。任务编号4012，从左墙走到右墙，来回向前。任务编号4013，吃饼干。饼干会让您开心吗？想让别人开心吗？你想成为美味的饼干吗？你将成为自己。是时候放松，您可以用玩具来娱乐自己。想见你。